大家那首，有两周朋友想听到这首郁可唯的新歌，唱不下。耶，好，我唱 C 了 ，OK。我不可能唱郁可唯的 G， 我会死。死我还放不下。你不要自己顺便弹琴。OK。比较保险。等一下，我问你一个东西哦。今天你来的责任是什么？乐手对不对？我们来的责任是歌手。你叫我歌手坐台，别丢脸，真的丢脸啊！老板娘扣钱。